有请今晚的音乐会庄主阿杜。大家好，我是时光音乐人阿杜。我有看过很多的视频，就是在模仿杜哥的声音。对，他的个声音辨识度以及他的那个嗓音条件无可替代。Hello Andy， 此刻的你是不是正陪着朋友去往歌手训练班的选拔赛路上呢？这一年因为我的专辑已经没有多余的钱在做宣传，林秋离老师毅然卖掉了自己的房子，并找音像店的老板在店里循环播放我的专辑。这个胜过你的亲人，大贵人，真的是。在天桥下留下等待工作的电话号码，迷路在人海却找不回来，天真不变的节拍。没看到你是习惯或必须，不可能的可能，我的心面对分离，闭上眼睛就是天黑，一种撕裂的感觉。7:30，时光音乐会。